锤击耶，我看一下表侧攻击力最高的破坏来，我把自己盖起来，手牌一张卡，哎，自杀。游戏王大赛又要来喽！第二届将在11月20号晚上8点在爱飞卡平台准时直播。除了前四名有丰厚的奖金之外，这一次一样会送给观众1000元奖金。赶快下载爱飞卡直播 APP， 追踪我们的账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今天要来介绍圣战术的牌组。那这个圣战术就是新包里面的仪式怪兽，那因为它是阿卡啦，所以我觉得对于老玩家来说这套应该蛮便宜的、哦、那这套贵就是佛鸟啊，然后羽炫啊，还有那个狡猾，就是一些泛用的卡片，不过这些卡老玩家应该都是有齐的、哦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老玩家无氪的话，还蛮推荐玩这一套，这一套算是一个蛮有趣的牌组，们就来看一下这张仪式怪兽的效果。那它的一二个效果可以使用其中一个效果，每回合可以使用一次哦。就是第一个效果就把里侧的怪兽反转变表侧攻击，啊，另外一个是把表侧攻击变成里侧手背，就是把它盖起来跟翻开嘛。那第三个效果是我方结束阶段的时候，手牌墓地如果有反转怪兽，可以直接把它盖着特殊召唤哦，就是这样哦。所以我们这一套就会搭配这个超级怪重审，或者是这个地底恐魔火成眼哦。这一张火成眼就是它反转，就所有怪兽都会被盖起来。然后另外一只这个蛮强的，这是自闭吧，自闭。自闭会用这一张机怪神哦，就是如果对方指定了这个里侧的魔法陷阱，这个对手发动以里侧表示哦，就是这一张卡被指定了哦，这一张卡假设被指定的话，就可以让那一张卡无效并破坏，那这一张就变表侧守备哦。那反转的磁卡存在怪兽区域的时候，对方场上怪兽发动的效果就会都被无效。那这一张被战斗后效果破坏的时候，可以把一只等级9的怪兽直接检索，就是他说种族跟属性不一样。感谢订阅。那这个种族跟属性不一样，就是圣战术嘛，就可以抓这个基塔罗雷。那我们这一套也放了一些检索反转卡片的怪兽，新卡李峰的精灵召唤成功可以抓一只反转怪兽，然后佛鸟就不用说了嘛，就抓仪式怪嘛，然后羽炫就搭配仪式大师来看你要拿仪式魔法还是仪式陷阱卡哦，所以这一套大概的组法就是这样咯。 OK， 牌组介绍到这边，我们马上来试战给大家看 GoOK， 来到第一场，好，遇到海马，海马应该是白龙吧？果然是白龙哦。白龙的话，一律是后台是因果切断，先抽牌看有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来雨炫。哎呀，闪电爆裂吗？哎呦，神之射里哦，我好像赢了是不是？来，李峰的精灵，直接抓，我们来抓这个鸡怪神怎么样？来抓鸡怪神，舒服一下。好，发动技能，仪式大师。来，怪兽，我们把鸡怪虫当祭品。这样应该赢了吧？哎呦，还可以二速的盖怪啊，好爽！
攻击，哎，直接获胜。这个对手太烂了，我们马上来打下一场。OK， 来到第二场。好，来，假设可以叫医师出来就爽了。没办法叫，没办法叫，但可以先抓一张反转怪。好，我们来试试这个火尘眼怎么样？来试试这个火尘眼，盖两张。对方应该是光子啊。光子的话，其实有月之书就行了，你就不要让他跳嘛，对不对？不要让他超亮嘛，超亮之后不要让他跳嘛，对不对？银河旋风，猜旁边，拜托，猜中间啊！干，我说错了，干还真的猜旁边，那我把自己盖起来哈。我应该要说猜中间的，还真的猜旁边，好。OK， 不知道他会不会，应该是还行啊。好，奥比塔尔抓驱逐者，来，结果是抓斩击者，三小，斩击者。斩击者不是啊啊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好、哦、用这一只抓 ，OK 的，那就先跳斩击者，再跳驱逐者，这样也可以。各种绿牌哦，好、哦、像很爽哦。牌组已经剩12张了，来，要超亮了吗？哎呦！从手牌跳银河眼光子龙。哎，其实他只要把怪除外，一回杀了、欸。刚刚我觉得他要除外后台，可以哦，除外后台 OK。这样没办法一回杀，除外怪就一回杀。但一般人还是会把后台弄掉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后台啊。好，哎呦，直接仪式来了，不用看技能哦。来，圣战术的仪式，当祭品，直接登场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。这个我应该是可以把这一只打死吧，被盖着的话应该就不能除外了吧。来，哦，可以可以，漂亮。好，来，我们发动效果，直接特招，有没有？到时候我们只要反转火尘眼的话，所有的怪兽都会被盖起来哦，超帅的。锤击耶，我看一下，表侧攻击力最高的破坏。哎，那我把自己盖起来，他不就炸死自己了吗？来，我把自己盖起来，表侧攻击变里侧手背。哎，他还有一张手坑是三小，手牌还有一张卡，哎，自杀。啊！锤击，锤自己，傻逼！太神了！哇哦，我们拿上来打下一场。OK， 第三场，孔雀舞。声音呢、啊？いずれあなたとは一戦交わなければと思って。さあ、デュエル。这意思是要我屌打 T1 吗？我已经期待要来吊打 T1 了，哇、wow ！歇斯底里签名，抓一张，很滑稽。
是20张放歇斯底里。通灵师，我把自己这个炸掉，没有用啊，他应该要炸场地吧，他不会玩啊。你这张歇斯底里签名没办法发效果，抓三张哦。这个声音应该是一个低能儿哦，应该要炸场地才对。你看你这样跳出来，还不是把场地炸掉？不如先把场地炸掉，留着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对手有点逊啊，这个对手就是太逊了。感觉应该可以虐一下，虐一下这个对手，还不确定呢，毕竟是 T1 呢，一个小失误也不一定会输哦。哎呀，神域女郎 SC1， 好，卡纳雷拉本心，哎呀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盖一张，盖两张。其实我随便拆一张应该都差不多。来旁边吧。万花镜，哇，被骗了。好，银鼠鸟，来。OK， 圣战术的仪式，这边比较保险的打法应该是盖两张狡猾哦，先不要仪式哦，也不要开技能哦，我觉得先盖狡猾会比较保险一点哦。我们等一下就狡猾把怪炸一炸就好了，结束吧。OK， 打一下，可以打一下，看一下打不打得掉。你把这只撞死！啊，果然艳潮要高潮了。OK， 弹，把我弹回来，再让我抓一张牌，谢啦！感谢支持，他要把我回手。好，要跳一张。OK， 来，我们两张狡猾，超勇的。超勇的又要赢了，哎呀，这个神官麻烦了，看他抓什么，应该是哎，说不定抓场地耶，哎呦真的耶，抓场地啊，好，来。直接抓场地，哎，盖一张，来发动狡猾，我就说这边狡猾很重要。我们如果刚刚仪式的话，就被弹回去了。哎呀，想要把自己弹回去是吧？哎呦，弹这一只哦！啊，我再开一张，哈哈，笑死！下去吧，还敢跟我斗啊？哇，吊打！来，千手神，千手神呢、欸？哎，我怎么叫音速鸟？啊，都可以啊，我们有技能啊。发动仪式大师，变怪兽，来，直接一个吊打。呀呼！其实一直没办法示范这个圣战术，这个很强的二速盖牌哦。我们这边来示范一下，我们可以
随时随地的把怪给盖起来。哎呦，直接获胜，就是这么强悍呢。好，我们再追加一场。OK， 来到最后一场，后宫对方三连胜，直接断他连胜的啦。哇，我这起手是怎样？两张狡猾，感觉有点卡哎。哇，真红叶融合，该不会要叫新卡了吧？真红眼融合，黑刃哦，哦，还是他就是一个，哎呀，守护者之力啊！来，抖龙，有一次，哎，好像可以哦。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。OK， 装备拔掉，来召唤李峰的精灵。OK， 我觉得我们这边抓个那个弟弟好了，弟弟比较强一点，因为对方都高攻嘛。我们就把它全部盖起来，来发动仪式大师抓怪兽。哎呦，要来啦！圣战术的仪式，弟弟当祭品，直接登场。那我们再把他的真红眼盖起来，才会爽，就可以爽爽打过去哦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，游戏，我要把你盖起来了哦，游戏。还有狡猾，感觉很猛哎、欸。哎呦，把我盖起来。哎，那我把自己盖起来就好了。我再把自己盖起来，这样我就不算被无敌了。跟月之书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，我们先把自己盖起来。这样就不会永久没办法反转。好，有狡猾可以结束。来，有狡猾 ，OK。然后狡猾再把他的真红眼炸掉，漂亮。哎，甘霖老师，来不及按开关。好，我这个时候也可以了。他还没有装备哦。哎，狡猾现坑。来不及弄开关，来直接炸掉 ！Ben， 再见。OK， 反转了吧？没有被弟弟了吧？再反转！哎呀，圣战术仪式在墓地还可以再抓一张牌，漂亮，就是这么强悍哦！来，再抓一次。哎呦，很爽嘛！来，哎呀，直接赢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圣战术就介绍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，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每天晚上六点不定会发布影片，各位请分。那么就晚上实况见，记得哦。